日半日 GJ M5A1 啊，15 clear 30 clear H1 是 A1， 这个离 support 是4个点数。H4 蜡烛 safety zone day 1蜡烛是这个 setup resistant。 来，我注意这个 GJ 啊，哇，请注意 GJ 啊，哇，没有红蜡烛啊，等一下啊，快点红蜡烛下来，多一支 OK GJ 啊，哇，黑了，哇，全部吓到了，哇 ，dollar frame and miss，dollar K and miss， 哇 ，miss 掉，哇 ，GU 也 miss， 哇，全部 logic， OK 啦 ，OK， 来 ，GJ 啊，GJ M5 safety， 15 clear。30 clear H1 clear 来，请注意 GJ OK 半日啊，请注意半日啊，有机会啊， OK， 还没进上来多一点红点吧，OK， EGU 过 GCAT 过 GFRANK 过了，OK， 没有，好吧，来，哈哈哈 ，GJ 啊，哇，还没有红点啊，快点上来做一个红点给我 ，GJ， 我在关注 GJ， 半日 ，OK，Ram 5蜡烛是 A1， 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H1 蜡烛 clear， 哇，有机会，OK，GJ M5 蜡烛开 safety zone， M1 蜡烛 setup resistant， 啊，哎呀，差一点点 ，RML 快点割上去 ，RML 黄线快点割上去，水蓝色线，快点，我们就有机会了，快点啊 ，OK， 来注意 GJ 啊，15 safety 30 clear H1 clear OK 好吧，来，哇，开了，看一下 M5 啊，M5 蜡烛是保持在 safety M1， 怎么没有红点呢？OK， 怎么没有红点呢？等等 ，OK，GJ M1 没有红点，我在等 GJ 啊 ，OK， 我在等 GJ 啊 ，OK， 来，线上的人来，还有什么图可以看的？让我知道。还有什么图想要看的让我知道啊 GJ 我们在关注 GJ 啊，M5 safety 还没进啊 OK 还没进啊，我没进在啊，15 clear 30 clear H1 蜡烛 safety， 哇，这个阿瓜来快点上得更高，我就有机会了， OK，好啊，来，还有什么图可以看的？OK，GJ 啊 ，OK，GJ 啊，等一下，还没，哦 ，M1 红点来了 ，Good。M5 safety 15 clear 30 clear H1 clear H4 safety day 1 clear signal 来 GJ 啊 OK
GZNU 啊 ，NU 等一下 ，NU 等一下啊 ，OK，GZ 这个离 support 是一个点数啊，嗯 ，GZM1 clear， 嗯 ，OK， 啊哈，等一下。M5 好15好30好 H1 好来 GJ R8 内部 M5 啦主 safety 15 clear 30 clear GJ 来棒日 GJ OK GJ 啊来了 M5A1 15 clear 30 clear H1 logic trading 蜡烛开在 clear signal GJ M1 clear signal good M5 蜡烛 clear 15 clear 30 clear H1 clear signal GJ 棒日啊 M1 clear signal M5 safety zone good 再冲冲多一点点我 hang 掉我 unmute 我的啊 hang 掉快点下来 M5 好了yeah 下来了 M5 好15蜡烛 clear 30 clear H1 也 clear signal good继续下我的 GJ OK 哎呀差一点点就 TP 了 M5 clear 再多一分钟 M15 的蜡烛就要出现了 OK 来我的 GJ 快一点下来 OK M5 safety zone15 clear good M1 clear signal good OK 好啊 GJ 来了 OK M1 clear signal 快点来 M5 蜡烛安全区15方向有了30方向也有了快点下来了 GJ 棒日哎卡住了等一下啊来等一下我去拿插头一下我电脑没有电了等我一下啊电脑电话没电了 OK 等我一下啊GJ 啊有进的人留下你们的这个 TP 价位啊 OK OK 要哎呀我差一点点就 TP 了 OK 等一下啊啊哈OK GJ 啊哎 M1 M1 蜡烛 safety 15 M5 蜡烛 clear 15 clear 可以来 GJ 啊 M5 是 A1 啊挂在白色线上面蜡烛是 clear M15 是 extension 这个叫做 extension啊、挂了在白色线上面这边用 find checkpoint 有红点、啊、挂了在白色线上面 RMA above、啊、挂来蜡烛 clear signal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extension 啦所以 extension 你看到这个 M15 的时候呢蜡烛保持在 clear M5 也是在这个 A1 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蜡烛现在15方向有了三四的方向也有了 M1 也有这个进场点了所以这个力度再继续的往下压对继续的往下压 GJ 啊 M1 蜡烛开在 setup resistance 绿红 M5 蜡烛 clear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好下来多一点点啦 M1 蜡烛是 safety zone OK 好的M5 来 M5 蜡烛安全区啦15 clear 30 clear 好来 OK 啊有进的人请留下你们的这个 TP 价位啊 GJ
GJ 啊，OK M5 好， M1 快点下，15快点下，30快点下， M1 M1 你在干嘛？ M1 蜡烛安全区哦， OK OK， 好吧，你做个绿红红给我们，可以啊。GJ 啊， OK， 哎呀， M5 safety zone 啊，对，15蜡烛 clear， 哎呀，多一个两分钟， M5 的蜡烛就要出来了，快点快点出来出来啊， OK， OK， M5 好啊，M1 也好啊，可以来看一下什么都可以看的。OK， 看一下什么都可以看的啊。GJ GJ M5 还有一分钟， M1 RNA 歌上啊过来的， OK， M1 做一个红点，M1 M1 做一个红点给我，红点蜡烛开在 RML 跟阿瓜下面啊，那么这个什么 GJ 就这样继续的往下掉了啦， OK， M1 building resistant 啊， M5 蜡烛保持在 clear signal， 15蜡烛保持在 clear signal， 30蜡烛保持在 clear signalH1 蜡烛保持在 clear signal， 所以呢这个蜡烛的方向来讲的话呢还在做空，快点快点， OK， 让我们先 TP 吧， GJ GJ OK， 还有4秒快点下来， M1 蜡烛 clear， 哎，有红点吗？哎呀没有红点， M5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OK OK M1 再上去高一点点，做一个红点给我， GJ GJ M1 上去高一点点，做到一个红点给我啊，那么就非常开心了， OK， 好啊，或者你直接冲下来也好啊。OK， M1 蜡烛啊，蜡烛是红绿红红 set up resistant， M5 蜡烛 clear 啊，快点下来吧， OK，GJ GJ M1 setup M5 building resistance 15 clear 30蜡烛 clear M1 也好啊，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可以啊，好吧，哎呀吹多一点点 M1 红，哎呀没有红点。我在等它出现红点啊， M1 Hello Hi Mr. Ken、Kenny 你好呀呀呀，我们这个我们再看这个 GJ 啦，我们再看这个 GJ 啦，OK， 好啊， M1 红点，哎，怎么没有给我红点了？给我一个 marker 快点。OK， M5 的力度还有啊，蜡烛在安全区啦，OK，M1 红点，哎呀还有个25秒，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快点快点， OK， 呀呀呀呀，快点红点出现吧， OK， 还有什么图啊，没了， OK， M5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M1 红点啊，红点啊，红点出现了， M5 safety zone 啊，对，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红点出现，等蜡烛开在黄色线跟水蓝色线下面，那么这个 O 棒就真的会下来了啦， OK，来了来了，欧棒啊，红点来了，等它蜡烛开在黄色线下面，那么我们的欧棒就下来更快啦， OK 啊，欧棒 sorry GJ 棒日棒日 GJ 啊， M1 蜡烛红点，蜡烛 processing to clear，
M5 啦，就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啦 ，OK。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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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啊 ，processing to clear， 来，再多一支蜡烛开在 clear 型的 ，good， 蜡烛保持在 clear 了 ，M5 蜡烛也保持 building resistant， 再下多一点点，你还有两分钟 ，OK， 给我一个 M5 美美的蜡烛，快点快点，下去下去 ，OK， 下去下去 ，GJ GJ。吹他吹他，有人要帮我吹他一下吗？Red Marker Brand， Yup， Thank you， Thank you， 你 Steven 出来了。Yup， Yup， Yup， OK， M1 好， M1 蜡烛保持在黄色线和水蓝色线下面了。OK， 吹啊吹， Use La La Move， OK， OK， 可以。15 clear 30 clear， 哎呀 good 啊，下来啦 M1 蜡烛 clear 了，你还不下来 OK， 快点吹啊，吹它 M1 蜡烛保持在 clear good， 再下来，再下下下下下，你的方向在下面 OK， 你要下面去推这个 blue arrow 就可以了 OK， 快点快点 ，M5 好，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而已，快点下来，下多一点点，再来不够，再来，再来升，再来多一点点，不够不够，再来多一点点，哇，快点冲下去啦 ，GJ M1 clear M5 啊，够了够了，再下再下 ，good good good， 可以了可以了，再下多一点点。啊 ，OK OK， good 了 good 了，下了下了 ，OK， M1 蜡烛啊 ，clear M5 safety 15 clear 30蜡烛 clear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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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 蜡烛 safety zone M1 蜡烛 clear， 哎呀，这个时间跟他说声 hello。我们在下面等你啊M5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啊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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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下继续下，红色的蜡烛开在 RML 跟 Aqua Light 下面，就是说 M1 的蜡烛呢在保持在做空啦 OK， M5 蜡烛好， M1 蜡烛也好，继续下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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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OK，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青了，我要红了 ，OK， 快点啦，红色蜡烛冲下去，对，再冲再来，吹它，帮我吹它 ，Steven 帮我吹它 ，Steven，M1 蜡烛是什么 ？Clear，OK，M5 蜡烛 Safety Good。好，吹它吹它，我差一点点而已，快点吹它吹它 ，M5 蜡烛是 safety 啊，快点快点快点，你不可以这样的，吹多一点点而已，到了我们要到 TP 了的，看一下啊 ，M1 蜡烛还保持在 clear 啊 ，OK 啦 ，OK， 哎，看到什么？等一下啊。OK， 好，来 M5 蜡烛 safety zone M1 蜡烛 clear signal， OK 啦，等多一个一分钟，下一支蜡烛，快点开在水蓝色线下面，再继续的往下掉吧 ，OK， 再继续的往下掉吧，看一下啊 ，M5 蜡烛还好 ，M1 蜡烛保持在 RML。跟阿瓜来下面保持在黄线和水蓝色线的下面，所以呢 M5 有力度 M1 也有，好 good 继续下 more water or broken water 啦OK OK 来来来来快点啦 ，M5 好，差一点点而已呀，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吹它下去，
吹它下去呀，再吹，再吹，有谁有进到吗？有谁有进到这个 G 阶吗 ？OK， 有谁有进到 G 阶的话，请让我知道啊。OK， 好啊 ，G J M one setup resistance 绿红红，哇哦，来了，吹它吹它，对，哦呀，啊，差一点点 ，G J， 哎呀 ，G J 啊，来了来了 ，OK， 有进的人来了 ，G U T P，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满怀，哇 ，G U T P， good good good。我也要来了，我是 GJ， 我是 GJ， 你是 GU 啊，哇，十个 bit 啊 ，good good good good， OK， I'm fine 啦，足 safety， 十五 clear， 三十啦，足 clear， oh yeah， oh yeah， 帮我吹 GJ， 帮我吹 GJ， 来来来来来 GJ 啊，哎，下来，再下来多一点点，我们就要 TP 了啊。有进的人留下你们的这个 TP 价位啊，我们的 GJ 来了 ，OK， 啊哈，来了啊，啊吹下，再吹，再吹多一点点，GU good good good， 满 YTP 了 ，Oh yes， 可以啊 ，M5 蜡烛 ，M1 蜡烛 ，Safe。地震，快快下来！啊哈哈哈！哎，你怎么哈？我看一下 ，M5 safety M1 蜡烛 RML 的这个下面十五蜡烛 clear， 三十蜡烛 clear， 哦，还有一分钟 ，M30 蜡烛要开了。哦 ，OK OK， 等多一分钟，可以啊，我没有看到，等多一分钟，等多一分钟啊，OK， 来看一下啊 ，M 三十 ，M 三十蜡烛开在 clear signal， 十五蜡烛保持在 clear，M 5蜡烛保持在 safety zone，M 1蜡烛保持在 safety zone， 又要等到一个红点了 ，M 1又要等到一个红点才有力度再继续往下压这个什么。这个 GJ，GJM1 要上去多一点点啦、啊，要上去多一点点，做一个红点，它才会有力下来啦。OK， 好吧，来，哎呀，你直接冲下去，我们也很开心的。OK， 哎，快点，快点 ，M5 好、，M1 也好，十五也好。三十方向也好，就等你下来而已啊。M1 蜡烛是 clear signal， 哦、good good good good， 好好好，没有红点啊，下来比较慢啊。OK，GJM1 没有红点啊，下来很慢啊。等红点来吧，等红点来吧。OK， 来来来来，这个线上的人看一下有什么图可以看啊。GJ 280 OK， 好的，谢谢你。啊 ，280TP 啊，二到二八零 TP 了吗？二八零应该 TP 了吧 ，Mr. Bay？ 280啊 ，OK， 看一下啊 ，M5 safety zone M1 红点。红点来，红点，你要等红点来给我啊，你就漂漂亮亮了 ，OK， 红点啊，红点来了 ，Good， 又有一个 building resistance，M5 蜡烛 safety zone， 十五蜡烛 clear， 三十 clear signal， 啊、，Yes，Oh yes， 来吧来吧 ，OK，No、okay? more in 了 ，Maybe 。OK 吧，等下我去 Popular 买啊。OK， 哎呀 ，GJ 啊，差一点点啊。等一下啊，看一下啊。
M5 safety zone 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OK M5 蜡烛是这个 building resistant、啊、building setup support OK 好等了一个两分钟等了一个两分钟给我一个 M5 的蜡烛啦 OK 给我一个 M5 的蜡烛两分钟两分钟好啊 M5 safety zone 15蜡烛 clear Oh yeah 快点蜡烛开在 RML 跟这个 Aqua 来下面再继续的往下来来吧我在等你啦OK 来了 OK来吧再差一点点呢等到蜡烛开在水蓝色线下面就再继续下来 Oh yeah Good 再来多一点点哎呀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呢蜡烛没有开在 clear 型呢哎呀差一点点啊好吧我们就等多一下吧 OK 来 M1 好 M5 蜡烛 clear 15 clear 30 clear M1 也 clear 好再下来 OK 再一点点没有开在水蓝色线下面 OK 啦等一下 OK 好啊还有一分钟棒日有谁进了的话还没 TP 的话呢写下你们的这个 TP 价位啊 GJ 蜡烛快点开在水蓝色线下面这个不美这个 OK M5 蜡烛是开在 Danger Zone 15蜡烛 clear 30 clear M1 building resistant 来吧按错了 OK 好啊来快点下来 M5 的力度还有最后的一个冲刺啦 OK 最后冲下来了 GJ这个最后的冲刺下来了快点最后的 power 最后的这个什么最后的这个力度把它冲下来吧M1 building resistance M5 building resistance 15 clear 30 clear 好来快点下来很好下来更多吧 OK 可以啊M1 processing M5 clear Oh yes good 再下来快点最后的五分钟的 power 还有一个最后的 OK 15 30快点下来因为这边 setup resistor 了好啊 Oh yeah 快点 M1 好 M5 好 OK 差一点点啊M5 building setup resistance M5 building resistance 快点冲着下来对快点再多一点点再来下 OK OK M5 蜡烛 building resistance M1 processing 还有最后冲刺还有三分钟最好冲下来给我 TP 快点因为 M5 的蜡烛一开的话力度又要再check过了快点Yes M5 building M1 setup building resistanceM5 building resistance 15 clear 30 clear
快点快点，绿红红，再来红色的蜡烛开在 clear 星呢，再继续的往下冲吧。嗯 ，OK， 来了来了 ，OK， 啊，对了啦，就是这样啦，快点，多一支蜡烛开在水蓝色线下面，你就再继续的冲下去吧。嗯，哎，开了。蜡烛，红蜡烛，哎呀，青蜡烛，等一下，等一下 ，OK， 好啊，最后两分钟啦。这个 GZ， 这个 M5 的蜡烛，我们要等 M5 的蜡烛啦，因为这个 M5 呢是我们的这个力度，所以呢，我们就要看 M5 的蜡烛是怎样开，才知道下一支蜡烛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的往下掉啊，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的往下掉，所以 M5 有力度 ，OK， 15有力度， 30有力度 ，OK， M5 快点快点，快点开在 Clear Signal， 啊哈，快点啊，最后两分钟了，冲下来，冲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啊，我迟早会跟电脑讲话了以后。OK， M1 是这个什么？ M1 是这个 processing candle， 就是形成当中的蜡烛。M5 building resistance 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OK 啦，好吧，压下来压下来，款感的压下来，压更多，快点，嗯， OK， 冲下来，快点。啊，差一点点啊，最后一分钟了，不要在这边徘徊了，快点下来。OK， 好，哎 ，M5 蜡烛要开了啊，我在等你。嗯。OK，M5 蜡烛来了啊，我在等你啊。Okay， 来了，看一下啊 ，M3 是保持在 clear， 15保持在 clear， M5 building resistance， M1 红点蜡烛 building resistance， OK， 好，再下来， OK，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OK， 好啊，那么你们等我一分钟，我去上一个厕所啊，尿急尿急，等我等我。OK， 我回来了。哎呀，这个 M1 红点 ，M5 蜡烛还是在这个 safety， 15 clear， 30 clear，OK、okay。来来来来，哎呀，差一点点，那都不要给我 TP。OK， 好，来。这个 GZ 啊 ，M1 蜡烛是开在 RML 上面 ，M5 蜡烛是 Safety， 15蜡烛 Clear， 30 Clear， H1 Clear Signal， H4 是 Safety Zone， Day1 是这个 Clear Signal， OK， 好吧，徘徊在这边，快点慢慢下来，做一个油灯给我 ，OK， 做一个油灯给我啊 ，GZ。快点快点快点，这个日元走强，把我们的这个棒日压回下来了， OK， 来了来了，快点给我一个最后三分钟，做一个 M15 的蜡烛看一下如何啊，
M15 的方向的蜡烛，多一支多一支就是 M15 的方向的蜡烛就要出现了。所以 M1 现在开在 RN 庙的上面。 OK， M5 蜡烛是 safety， 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OK 啦，等一下等一下。 OK， M1 processing 了， M1 蜡烛在 processing candle。 OK， 哎呀，快点啦，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差一点点我们就 TP 了。 M5 safety， 15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H1 蜡烛 safety zone， 差一点点你就是我的 TP。 哎呀，给两分钟给我一个 M5 M15 的蜡烛，就是力度和这个方向。好吧，来，Killjoy， 呀呀呀，哎呀，哇，有蚊子咬我，等一下。OK，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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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等一下啊。M5 M1 building resistant， M5 蜡烛， M5 蜡烛 clear， safety sorry， 15 clear， 30 clear， 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 M15 的蜡烛就要出来了，给我美美的蜡烛啊， M15 给我一个 building resistant， 做一个压力，做一个压力给我啊，那么我就漂亮了啦。 OK， 哇，怎么也会有蚊子的。OK， 来来来来来，哎呀，看一下，哎，停了停了，可以啊，哎呀 ，M5 怎么这样 ？M5 15 30 ，OK， 好啊，来我看一下。M5 有红点，蜡烛 building resistant 啊，挂来在白色线下面 ，RM above 啊，挂来蜡烛开在 RM 上面。15呢有蓝点啊，挂来在白色线上面 ，RM below 啊，挂来蜡烛是这个 danger zone。M30有蓝点啊，挂来在白色线下面 ，RM above 啊，挂来。蜡烛是 clear signal， 蜡烛是属于 big buying 啊。 OK， 我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 M1 processing， M5， 哎呀按不到 M5， 等一下啊。 M5 蜡烛红点 processing， 15蜡烛是开在 aqualay 上面，30蜡烛 clear signal。OK 啦，等一下等一下，等多一个五分钟的蜡烛，看一下有没有做一个 resistant 啦。我看一下这边啦。OK， 15 30 H1 OK 啦，等一下等一下。哦，这个什么 GJ， 哎呀，差一点啊！15 support 啊，15是这个 dangerous zone，sorry， 30 clear H1 clear， 哎呀，差一点点，你都不要给我 TP。OK 啊，来，还有什么图可以看的？OK， 我们等着这个 GJ， 同时呢你们也看一下有什么货币对可以看的，让我知道一下啊。快点快点快点，做一个 U 灯，做一个大大的 U 灯给我们，绿红红啊，做一个 U 灯给我们啊。来啊，对了啦，快点快点 ，M1 快点，绿红红啊，冲着下来。OK， 好啊，哎呀，再来
再多再更多，做一个绿红红，绿红红 set up resistance， 绿红红下来，可以可以 ，OK， 好，对了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对对对 ，this good， 好 ，U turn，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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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turn， yup， 快点快点。快点看一下 M1 了，主 clear M5 了，主 building resistance 15了，主 building resistance OK OK 来来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来来来来 GJ 的人请注意啊， M5 了，主 building resistance 了，15 building resistance 30了，主保持在 clear， 还有12分钟，快快给我 TP OK，好啊，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 ，M5 好 ，M1 也好，快点冲下来，快点冲下来啊 ！Yes yes yes， 啊，蜡烛 clear 了，要要要，呀，快点，M1 蜡烛 clear 了，为什么你不要下更快？呀呀呀，对。就是这样，好，蜡烛保持在 clear M5 蜡烛 building resistance 呀、yeah. ，来，可以来，这个线上的人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让我知道啊。我们在等 GJ 下来了 ，M1 蜡烛 clear， 再下来 ，good， 对，再来更多 GJ，OK，、okay. 嗯哼哼 ，OK。来来来来来 ，M1 clear signal，Oh yes，good， 快点，再来更多，我们差一点点而已呀、啊，快点快点，嗯，对了啦，就是这样，好啊，来快点，我们的 GJ 下来更多，快点到我们的这个 TP 吧。冲下来冲下来，看一下 M5 蜡烛啊， M5 蜡烛开在 clear signal， good， OK， 好，下来下来， OK， 嗯哼哼， M1 clear signal 了， wow， good， 下来， yeah， 对了啦，嗯哼哼， OK， 嗯哼哼OK， 来吧，对了啦，就是这样，下更多，就是这样下更多 ，Yes Yes Yes， 对对对，更多更多，嗯哼哼。好呀，差一点点，还有还有，再多点点，不要停。你蜡烛在 safety zone 了，你蜡烛开在 RML 跟 Aqua 在下面，这个我不喜欢的 pattern 来的，你快点冲下去。对对对对，冲更多冲更多 ，OK， 十五号，三十号，来来来来 ，M1 蜡烛，快点 safety zone， 下来下来下来，不要停。下来冲到这个部位了 shift 就可以了，冲到这个部位了 shift 过去就好了 ，OK， 啊，快点快点 ，M1 clear， good good good， 快点快点，对对对，就是这样啦，下来 ，yes， good， 就是这样，下更多 ，yeah，M1 下 ，M5 蜡烛 clear， 15 clear， 30 clear。对对对，快点快点 ，M1 safety zone， 再下再下，不要停，不要停，继续冲，继续冲下去，再来再来，等你等你，我们在下面等你，不要停不要停 ，OK， 对了啦 ，Oh yes Oh yes，M5 safety zone 15 clear 30 clear， 还有三分钟的力度啊， 15 clear 30 clear。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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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五分钟，还有一个三分钟的力度，还有机会再继续下啊 ，OK，
好啊，来来来了来了，快点 ！M1 蜡烛开在 R 喵跟阿瓜来下面，在安全区继续的下来，对，冲冲冲，下下下 ，OK， 蜡烛在安全区了 ，M5 也在安全区了 ，OK， 所以继续的下来，继续的再来多一次。再来冲多一次，冲多两次，冲多两次啊，我就 OK 了 ，OK， 好啊 ，OK， 来在这边啊，现在如果有进的人，如果你们不要再等的话呢，你们可以自己手动评啊，你们可以自己手动评啊 ，OK， 现在有 profit 啦，不要等的人可以自己手动评啊 ，OK，M5 蜡烛 clear，M1 蜡烛 safety 15 clear， 30 clear 啊，来来来来 ，OK。不要等的人可以自己手动评啊 ，OK？ 不要等的人可以自己手动评啊。嗯 ，GJTP， 哦 ，GJ on your mark，GJTP 233啊，233啊，哇，有点低嘞，233有点风险啊，因为很靠近 support 啦、啊，这边 support 量上去的话，有一点风险啊 ，Kevin。Kevin 有点风险啊 ，GJ 233 ，OK， 好，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 ，M5 的蜡烛 ，M5 的蜡烛就要开了，哦呀，再来一点点，啊哈哈，下来，哎呀，怎么不要动到我的 TP？M5 clear 15 clear 30 clear， 哎呀，差一点点，啊。来来来来来，最后一分钟啦 ！M5 的蜡烛 ，M5 的蜡烛啊，要开了！我现在开了这个 New Order，OK，New Order，Sorry， 开这个什么？这个 Cross Trade 啊！如果 M5 的蜡烛做一个 Support， 我就砍掉好了啊 ，OK。所以请注意，请注意，我在看 M5 的蜡烛啦 ，OK， 我在看 M5 的蜡烛啦。如果这边做一个 support， 因为现在这边有一个 support 了，现在刚刚在建立一个 support。如果下一支蜡烛开的时候呢，啊，做一个 support， 看一下啊 ，M5 蜡烛 clear，M1 蜡烛 safety，OK，、okay, 还有机会再下多一点点，还有机会下多一点点啊 ，OK， 因为 M5 蜡烛看一下啊，蜡烛有 clear 15 clear 30 clear。OK， 好啊，我自己啊 ，M5 在做 support 了 ，M5 自己在做 support 了，我平了 ，OK， 我平了，我平了 ，M5 这边在做 support 了，在建立一个 support， 我平了，我平了 ，OK， 这边 build support， 这边 build support 啊，这边红绿蜡烛，红绿蜡烛，红青蜡烛，这边我平了，因为这边有一个支撑，在建立一个支撑。但是如果没平的人呢，他可能上来做一个红点，再继续往下掉，因为 M15 和 M34 的蜡烛呢在 clear signal， 所以还会有机会再继续掉 ，OK？ 但是是有点点的这个风险啊，因为 H1 蜡烛要开了，所以我就不冒险 ，OK？ 我就不冒险啦 ，OK？M5 蜡烛，如果谁还在货单的话，让我知道啊。Oh, thank you, Mr. Bay TP 了。哇，你比我早进啊！我 hang 掉了，应该我还进的时候，电脑 hang 掉还是 MD4 hang 掉，还不要给我进啊 ？OK， 好啊，来来来来来 ，Kevin Kevin， 233太过风险了啊！233太过风险了，你在 support 价位这一边啊，这边红绿绿这一边 ，OK， 好啊。来来来来来 ，M5 蜡烛 clear 15蜡烛 building resistance 30蜡烛 clear signal， 还有四分钟，这个 H1 就要出现新的蜡烛了 ，OK， 所以还有一个四分钟的这个机会啊 ，OK， 还有四分钟的这个机会，让的这个什么。这个 GJ 下来啊 ，OK， 啊呵，快点下来，给没有 PP 的人冲大大只下来，有几多大只就冲多大只下来 ，OK， 嗯 ，OK， 好啊，来来来来来，
OK, M1 building resistant 啦，再多一支蜡烛是 resistant， 就是青红红的话呢，又再继续下了。OK， 如果青红红在 M1 是这个 setup resistant 的话呢，又再继续下了。OK， 嗯，来啊，嗯。好啊，来来来来来 ，M1 蜡烛是这个 setup resistant， OK， 还再下多一点点了，还再会下多一点点了。GJ， Kevin 注意啊， 233是 support area 啊，所以这个的话最后冲刺了，两分钟，最后冲刺两分钟啦，因为 H1 蜡烛就要开了， OK， 嗯。I cut profit 3 pip, 恭喜你 ,3 point or 2 pip? 3 point, 哦、OK, 好好好好，很好很好 ,OK, 我也是怕，因为我砍的时候看到这个时间呢太靠近11点了，因为如果11点的话，这一支蜡烛在 H1 呢，如果真的冲不下来，这边做一个 support 的话，的意思就是说这边下面有一个 support， 那么如果这个 support 在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support 很强啊，就是说这个 support 很强，就是说如果下一支蜡烛这边做一个 support 上去，那么下面这个 support 就代表是非常强的 support 在顶着这个价位啦，所以我宁可有 profit 我就平了，有 profit 我就平了， OK， 好啊，来，如果还没有平的人就注意啦，还没有平的人就要注意啦， OK， 嗯，还有30秒，还有30秒，看一下蜡烛啊， OK， 还没有 TP 的人让我知道啊，还有啊，还有个20秒，嗯，还有一个20秒啊，来来来来，还有什么图可以看的，来来来来来，还有什么图，还有什么图可以看的，让我知道啊， OK， 来啊，看一下啊，这个 EG 啊，这个 GZ 啊， H1 蜡烛 clear， 30蜡烛 clear， 15蜡烛 safety， M5 蜡烛 clear 是 A1， M1 蜡烛是 clear， 注意这个 H1， 注意啊，这一边的话呢，如果做的一个 support 啊，像这样啦，红色绿色蜡烛 OK， 因为这个 H1 是这个 logic trading OK， 因为它是 logic trading， 所以 H1 如果没有红点的话呢，你要做 short， 你要做空的话呢，它会下来到比较慢 ，OK， 它肯定会比较慢。所以你在这个 H1 这一边的话呢，现在哎做一个 support 啦，红色、绿色蜡烛了 ，OK。那么 M3 是这一边的话呢，也是开在 clear signal， 有蓝点嘛，有蓝点了，下面有蓝点在顶着了。M15 的话，这个 extension 阿瓜来各白上去，阿瓜来在白色线上面，所以呢，这个 area 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是我们称为叫做 extension。所以你看到这个 M15 呢，有 blue arrow 阿瓜在白色线上面，所以呢，你就需要用这个 fine checkpoint， 就是有红点啊。阿瓜来在这个白色线上面 ，RML above 阿瓜来，蜡烛是 clear signal 呢，那么你就可以进场啦。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extension 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它的方向在走着做多，所以你要做 short， 你要做空的话呢，你最多最多只是拿五个 P 这样拿，因为它的方向是在做 long 的 support 价。Blue arrow 阿瓜推白上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 extension 上去，现在的蜡烛又做一个 support， M3 是又 support， H1 又 support， 那么 M5 的这个力度今天呢又没有这个 pin arrow， 是一个 suppression 价，又是一个新的力度来，所以这一边的话呢，我就是预了，就是 hit and run 的 5 pin 拿了就跑了的， OK， 当然我们可能进得准的话呢，
是很快就 TP 了啦，但是我们进到比较慢，我就是等这个红点来 ，OK。所以呢，这个 GJ 的话呢，就 cut profit， 今天 cut profit，GJ cut profit 啦 ，OK。所以呢，这个的话呢，我们就 OK 啦，有 profit 就可以了啦。对我来讲，我们就可能等新的机会吧 ，OK。等新的机会来让我们再进场的 ，OK。好吧，来，在这个线上的人啊，看一下还有什么图示可以看的，让我知道吧。OK， 恭喜各位，有人 TP， 我 cut profit 啊 ，Kevin 也 cut profit，good good good。